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lite Crypto。如果你是订阅制，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如果你不是，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底部。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只是想确保这篇评论不是给你投资的特别建议。我们所以做的只是介绍最近加入市场的项目。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正在评论一种叫做 Panda Inu Ethereum。现在在 Panda Inu 是一种新的 ERC20 代币，它正在风暴中占领市场。灵感来自是个小猫新僵尸，一个直接的乐器，让我大将获得奖励，但是养殖这个金人的路线达到顶部的是有人。在这里，他们的网站是 panda inu ethereum.com。我们可以看看在这里我们的怎么买，在这里，然后我们在这个频道我们认识怎么买。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电脑，然后他们的 Twitter。在他们的推特，他们有48人是不错的。然后在他们的 Telegram， 他们有1000456人在他们的 Telegram， 然后呢，这是不错的。我觉得你们在他们的Telegram， 然后他们的推特。现在你们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代币精选。在他们的代币精髓，第一个是他们的符号，他们的符号是小猫，然后呢，他们的公里面是100000670，然后呢，在这里小猫的代币是 Panda， 是一个发生是 ARC20 代币，通过使用 Panda 你将拥有不断增加的代币供应。公平发布，在这里是的公平发布，6%营销小猫，然后呢3%断掉小猫，然后呢1%LP 贡献。在他们的白皮书，他们的白皮书将概述他们的使命和平台开发。计划是将阅读并问答以数据他们的项目，随着他们的项目的发展，我们还将静下心，然后呢只是即将对视。在他们的路线图，第一个决定义，我们可以看 Uniswap 发布，然后呢烧到掠动性，500是有人，500名 Telegram 会用 ，CoinGecko 上市 ，CoinMarketCap 上市，$10,000值。现在我们看看这个 token 在 CoinMarketCap， 我们可以看在 CoinMarketCap 他们的单日是3596，然后呢，它在720坚持礼包中。我们可以看它的间隙是0.00003059，然后呢，这个是他们的网站，我们可以看它建立在 Ethereum， 然后呢，他们的24小时网址是436天，然后呢，这是美国人，然后呢，他们的图标是不错的，没事吧？现在我们回去他们的网站，在第一个决定小猫召唤瓷器版营销活动启动 NFT 使用上述白皮书发布。300万美元市值，1000名 Telegram 会员秘密消炎揭晓。第三决定，
第三决定由影响者获得秘密使用程序开发2000万美元时机在交易所有上市伙伴关系在第四个决定事件然后呢在启动所以呢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项目互换在他们的项目互换进行对数他们将开发和对数我们的去中心或加密货币交换 PandaSwap 然后呢这种基于使用的交换将提供与经过严重的合作伙伴另外进行交易的能力他们的建立在不久的将来速吧 PandaSwap 然后通过使用智能合约实践以代换区块链上的加密货币代币之间的自动交易然后呢第二个是小猫的 NFTs PandaInno 的 NFT 将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项链系列追溯他们仅对社区成员开发然后在 RG 市场如上客用随处小猫从越来说会员 NFT 的经济越将大幅降压然后呢在这里我们认识怎么购买小木创建 MetaMask 或 Trust 钱包然后呢使用百事计算机和iOS Android移动设备创建 MetaMask 或 Trust 钱包这将允许您购买数据发散和介绍 Panda 加密的钱包连到 Uniswap 通过大金连接到钱包并确认您的虽然在钱包发文到 Uniswap 将 Ethereum 发散到您的钱包然后呢这在 MetaMask 上购买以贷款也可以从 Coinbase Binance 等交易所以做的在转 Ethereum 是确保使用 ERC20 网络现在你们我觉得你喜欢这个 Balloon 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希望下次见到你别忘了关注他们的钱包和 Twitter 还有我们的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照顾好自己